的琳达教授，谢谢您的关心。您应该也知道我回国的原因了，毕竟是父命难违啊。回来之后，我也感到极其失望。公司的设计理念和家父的性格一样，刻板又固执，缺乏创造力。整个公司找不到和我在同一理念的同事，个个都只会做应声虫。我深感悲哀。你看见了吗？确定是你的邮件？是。喂，按摩部吗？我是51。好的，明白。按摩部已经报警了。